上海其實是一個挺好的一個地點，因為其實比較接近香港的商業模式，所以這裡的節奏相對來說也都快很多，等你很多 decision making 做決策的人很多東西都是比北方是快一點，我自己覺得哦，很明顯啦，就是四年前的神來上海開公司，抱著一起學習的心態，由一句普通話都不識同到上海一竅不通，到現在公司已經有70多個員工，今次世博他公司也有份參加，現在他又去世博做事就越生越高啊，环保概念嚟噶，你识乜啊？我哋参与嘅部分其实喺一个短片里面，佢哋后面有一个互动上嘅一个小小嘅技术。最主要就是那個人都不可以話逗留得太耐，我們用很短的時間去構思一個小小的辦法，就是希望可以用我們那個投影啊，或者一些 sensor 的技術，當他們走之前覺得是揮手，當他們揮手的時候，可以將很多一棵樹苗一路一路這樣去生長出來，生長到完成，即是帶給他們一個感覺，就是說我們其實可以共同去創造一個美好的生活的環境。現在請大家揮動雙手為綠色世界加油，這樣的話呢，我們的小樹呢也會長大的。种树挺好玩的，世博还有什么好玩啊？咦，这么香的，好像香水味的。恭喜了，我们去到法国馆，不知道有没有法国猫粮食呢？食食食食懵你啊，成日挂住食。咦，这个什么游戏来的？那人的手拍下拍下，动下动下，好得意啊，是不是捉虱啊？我們現在就在法國館，我們現在就是其中一個部分，我們公司做的就是希望可以宣傳一些跟藥同埋打敗這個癌症的一樣東西，其實整個東西我們現在都在看，即是人都玩得很開心，這個都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他們可以戴下他的頭盔啊，或者有一些小小的波波給他們去督他們，希望他們可以了解到整個故事是怎樣，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了解他們怎樣去做啦。哇，這個game好好玩啊，媽咪你帶我去玩，我要去玩啊，帶我去。想玩啊，等他去partner Andrew先啦。哦、oh, ，Andrew 啊，我知道啊，我帮你问啦，我识佢好耐噶啦。喂 ，Andrew， 有冇啲好嘢睇下？阿妹 ，no problem。哇，你又有新搞作啊？哇，好立体啊呢本书。哇，真嘅一样啊。哇，咁呢个新科技，你又谂住同迪神去边度发展呢？做我呢行咧，即係我哋叫做新媒體呢行咧，其實上海都好多公司接手呢啲嘢，尤其是啲外國公司都喺上海嘅。咁所以我哋如果係喺國內咧，就揀一個落點啦嚇，我哋叫做落點。咁我哋都揀上海先。我好多啲朋友或者我啲同事咧都喺上海嘅，其實佢哋住慣咗上海，同香港都差唔多。有時咧佢就話：，唉，我寧願住上海都唔翻嚟香港，因為香港其實人又多。啲嘢都貴少少嘅，其實咁佢哋都寧願留去上海嘅。咁我睇翻based on呢啲嘅元素，我覺得上海唔會話佔領香港嘅地位，但係我覺得都係當你一個人習慣咗去上海，其實上海是一個很好嘅城市。